超嫩的干锅日本豆腐太好吃啦，大家赶紧做起来吧。粉丝提前泡软，日本豆腐切好，蘸上淀粉，下锅小火炸一下，捞出备用。油热下配料，小火爆香，拌蚝油、生抽、酱油、胡椒粉炒匀。下日本豆腐翻炒两下，倒入适量清水煮一分钟即可。干锅内放粉丝垫底，再倒入日本豆腐就完成啦。喜欢记得收藏。